2024台东光季即将登场，今年是以自然光浴为主题，邀请了台日艺术家跟国中小学生共同创作地景灯光艺术装置，让不少民众都感到相当期待。当地卑南族的国中小学生特地到现场为台东即将开幕的光季展览进行演唱。台东光季去年展出45天，吸引高达5.5万人次观展。今年以自然光浴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艺术家，并与在地学子共同创作，分别在资本地区打造10件艺术作品。要怎么样让光跟我们在地的自然景色融合？经由光的营造，让大家感觉晚上的资本也是一样的美丽。县长表示，让灯光装置与台东自然风景融合是产出关键，而现在虽然部分装置还没点灯，但已经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到场抢拍。文化处表示，台东光季预计从10月25到12月8号为止，每件作品都充分展现视觉的变化，保证让参观民众惊艳连连。记者刘林翔台东报道。